This is the China team.我想先说一下，那个芬兰国际的海底捞，所以我们大概五点半的时候就从这边过去。一些那个IoT上面的bug，然后一些新的一些小的非常，比如说现在每个视频的左下角会有一个观看数的，到点击下一步，然后现在视频也像安卓一样改成了8秒，我理解了一下手印，然后对，我们现在支持了这个。